薛郎归讲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宰相千金王宝钏为嫁给布衣薛平贵，不惜与家庭决裂。婚后，薛平贵立誓闯出一番天地，离别爱妻而去。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却等来了薛平贵带回的荣华富贵和另一位妻子。梦醒之时，却是梦碎之时。王宝钏用18剪剪去了自己所有的爱情幻想。虽然是老故事，然而在这个小剧场黄梅戏的版本里，编剧屈兆杰却有着全新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适合现代人去看的老故事。你像王宝钏，我认为她没有错，她是个千金小姐，她任性也没有错，她就想追求她纯真的爱情。那作为她父亲王允呢，也没有错，她对女儿的那种爱，那种掌上明珠的爱，她就是不愿意让她去受苦，其实也是没有错的。作为薛平贵来讲，她带给王宝钏的只能是荣华富贵来补偿。守在寒窑18年，难道我等来的只是荣华富贵吗？我想这种觉醒啊，它可能就能够拨动当代人的心灵。薛郎归的舞台艺术呈现，无论是对传统剧情的设置、舞台表演节奏的组合、悬念的营造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和探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推陈出新，大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着小成本大制作正能量的创作理念，以及小剧场的演出形式，使得该剧目在正式首演之前就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探索，在尝试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不光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戏迷朋友，还有现在新的一些年轻朋友、年轻观众，甚至有一些学生啊，都能够走进剧场。所以我希望每一个观众走进剧场呢，他都有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认知，他会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去看这一个新戏。当当当，演员登场。等等，我还没好呢。哎呦，让我唱呀。薛郎归的问世无疑得益于玉天仙的成功经验。2018年首部以小剧场的形式演绎的黄梅戏玉天仙横空出世，将朱买臣休妻这个从汉代就开始流传的故事重新搬上舞台。从玉天仙的编剧到薛郎归的出品人，两度参与创作的余清风在探索着戏曲的回归之路。所以我们在选择小剧场剧目的时候，我始终强调四个字：内容为王。这个剧本的独特之处和它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它最后是回归到当年自己18年前抛绣球的那一幕，是最美好的。爱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修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不管是彩排还是试演，薛郎归主创团队坚持采用边演边改的方式，虚心聆听专家和普通观众的观影感受，积极接纳大家的修改意见，对剧目进行不间断打磨提升，直到可以拿得出手的那一天再进行正式首演。剧本、演员、观众三位一体的创排原则，很好地彰显了对传统戏剧艺术发展精益求精的敬畏态度。因为我们简约啊，台上几乎没什么布景啊，对吧？服装你只能穿一套呀，从头到尾啊，这一套怎么变化？
不仅怎么个简约，越简约越难做。我们现在做这个戏曲小剧场，我们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中国文化传统，我们绝不能把它弄丢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呵护起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附体，然后我们才能更加自信地走向将来。戏曲本是写意的艺术，其本身虚拟化的表现不应该被丢弃。演员的一笑一颦、一静一动，在小剧场里都将被放大，观众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所有的细节，比如王宝钏的几场哭诉，流的几行泪，观众可能比他自己更清楚。在有限的空间里，最有效地展现场景，画好点睛之笔，对导演和演员都是不小的考验。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导演也是重新适应的一个过程。如果有一个椅子在这里，那演员直接坐下来。现在很多都是靠戏曲的诚实的啊，而且还必须要准确的去表达，所以我们演员和导演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想利用戏曲的本来的就是本体的这个美和城市的这个作用，来为我们这个剧情中，这个友好的去服务。小剧场戏剧是站在戏剧探索的前沿，拥有先锋理念和实验性质的作品，而并非仅仅是在小剧场上演的小作品。做黄梅戏小剧场，为的是想探索一条戏曲发展的新路，也是在尝试回归戏曲原有的样子。为了使传统戏曲更贴近现代观众和年轻群体，薛郎圭在编排上还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和表现手法。其实呢，就是想做一点渐离效果，因为我认为啊，一部戏，尤其像这种比较悲的戏，让人在剧场里头这样一路看下来的话，心里头会很闷、很沉重，所以呢，我呢跟我的主创团队呢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观众呢能够跳脱出来一下，就是看戏看一会儿呢，想哭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让大家笑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十年啊，作为资深演员，剪场人黄新德老师就是给这部戏建立来的。这也是他第二次参与小剧场作品的创作。在薛郎圭里，他更像是舞台和观众之间的廊桥上的守护者，捡起剧中人心灵尘土的同时，让这个悲伤的故事显得不那么哀情。看着年轻一辈在成长，有多种角度来考虑这个人物的设置的话，它别有一番含义，就不是傻乎乎的上去搬个桌子搬个椅子，何况我这里还没有任何道具，对吧？就是说它起到的就是起承转合，跳进跳出，让观众更加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将传统和现代相融，将音符与人物相融，将情感与韵味相融，时而清脆响耳，时而婉转悠长，时而催人泪下，一咏一叹之间，绕梁三日不散。在保留黄梅戏剧种唱腔特点的同时，又不失雅致。薛郎圭的音乐创作在创新的基础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唱腔之内或者唱腔之外的这么一个音乐的素材的选用，由来对剧情的推动，对剧情的解释，恐怕是这块还是比较明显的东西，就很，它是一种很乡村的一个民谣的那么一个状态出来，而且符合了这个当时的戏剧情境吧，
包括人物的情感是很吻合的，跟青年人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互动，让他们感兴趣。2019年的九月下旬，已经建组半年，并且饰演了两个月的小剧场《黄梅戏薛郎归》，作为2019年第八届杭州国际戏剧节的特邀剧目，在杭州大剧院小剧场迎来了正式首演。和此前的多次试演一样，演出的现场座无虚席，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全程沉浸在剧情中。不少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仍然在热烈地讨论剧中人的感情和命运。内容为王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知道观众要看什么。观众进剧场不是来接受教育的，但是观众他的感受多，就是产生这样那样的感受以后，他对美的一种追寻，对爱的一种追寻，对信仰的一种追寻，观众自然而然就受到教育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戏啊都直白的让观众受教育，我认为是不对的。应该让观众有感悟以后接受的教育是更深层次的教育。在100分钟时间里，2.0版本的薛郎归完整而又完美地讲述了一个守护爱情的故事，在经历了悉心打磨之后，更能准确地表达主创团队对传统的守护。但古往今来，围绕剧作主人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人生际遇为表现主题的舞台艺术作品不胜枚举，要在众多的版本中成功突围，他们仍然走在向前的道路上。就像我的台词一样的，为什么王宝钏能坚持下来？因为他心中有梦，苦守有爱。套在我们戏曲演员的身上，我们心中有梦，我们寂寞中有爱，我们想做什么事，对社会、对民众，包括对自己，都有什么意义的事儿，这种感觉是快乐的。结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过程。一辆大巴闯天下，两台大戏往前行，人马总共23，四海五湖任驰骋。黄新德老师的这首小诗精妙总结了小剧场发展的真实现状和远大前景。这是一支文艺轻骑兵，轻装上阵，风风火火走南闯北，以小成本大制作正能量的原则回归戏曲的本质，或许为黄梅戏这个剧种的发展另辟蹊径，是开拓，也是回归。